我要个汤烧出来，第一浓，第二要香。要不欢喜吃鱼的人，也要欢喜吃个鱼汤。全家金汤这种小五斤，拿来熬鱼汤，哎呀，搿是好吃了不得了。前头呢，尽量不要油多，两面混一混。阿拉讲两面啊，稍微混了干一点以后呢，可以稍微旁边淋一眼眼油，让伊再打捞油，再稍微煎一煎。随后阿拉拿搿鱼啊，拿伊倒倒水，全部倒水，慢慢叫煸。那鱼里向的水气全部煸脱，水气煸了以后，你这个合集鱼啊，不摆姜不摆酒，它都不会腥，而且包菜容易浓。如果你摆在粉碎机里面去焖的话，土腥味道全焖了个鱼肉里向，要不然侬烧出来个汤还是噶腥。好，搿搭让伊开小火，慢慢叫烘了海。阿拉旁边弄只饭碗，搿只鱼汤里向要用个啥物事？韭菜菜。搿能一焯下去，大概也就一两到二两，但是侬泡出来我起码有得五倍介许多。而且泡辰光用冷水泡啊，尽量先不要用热水泡。韭菜菜为啥要比阿拉讲配搭要好？伊个含钙量是牛奶个十倍，而且膳食纤维是香蕉的32倍。现在是水温降没了啊，有点焦哒哒了，焦黄颜色了。开大火，刚开始啊，白颜色就出来了。姜片只要摆一片，葱节把个水流进去，不要把黄酒啊盖头盖好。好，开中小火啊，倒个4到5分钟，要拿里向的搿种鱼哦，搿种个细骨头全部侪拿伊过滤出来。鱼汤实在太浓了，上搿能大概3克左右的盐，加眼眼松松鲜3克左右，加点胡椒粉。这个汤烧开了以后，把这个豆腐倒下去，菌菇啊搿就鲜了，盖头让伊焖焖烧烧开。裙带菜洗几干放当中啊，烧的辰光不要太长，再次开的辰光就可以倒出来了。关键点来了啊，家庭跟饭店的区别在哪里啊？枸杞子倒进去，麻油滴两滴，葱花是放在这个汤碗里的。搿就是哪能饭店里向为啥有辰光烧出来，搿香气味道能够保留了介好，好不好？大家自家看啊。真的太好吃了！陶醉厨房，你的厨房百科。